你什么情况？我不是来找他麻烦的吗？啊，宝贝儿。 都是这管文害的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把他抓住，揍他一顿，没用啊！我都是被他害的，被公司劝退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不能当这个事情没发生过。吴师傅，我到停车场了，你还要10分钟啊？啊，好，不急，我等你。 有段时间没见了，二位还好吧？婉文，你别得意太早，风水轮流转，说不定下一个灾的就是你。就是，你以为丁宁傍上朱斗内，他大腿就高枕无忧了吗？你太幼稚。我更幼稚的是你们两个吧，你们的失败都是你们自己一步一步凑造成的。让开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只是在吓你？ 光天化日，公众场合，你们想在监控摄像头下面干什么违法的事情吗？把手放开！走，走！真不来送我呀！ 哎，大龙，你们老大在公司吗？10点不到给拎着包走了。这到去哪儿了吗？他叫了公司的吴师傅送他，我去问一下。好。丁总，我们在地上车库找到管总的包了，但是人不见了。保安说看到他跟两个男人往天台的方向走了。我听长相描述，应该是雷克森和 T L 那个被开掉的Peter。调头回办理。好的，丁总。大龙，马上报警。 丁总，警察在里面。丁总，是什么情况啊？你没事吧？有事的不是我，是他们两个。你们俩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过去吧你，宝贝儿，这件事情必须给我说法，要不给扔出去。 你试试，你知道故意杀人罪的后果是什么吗？宛文，我们好歹也同事一场，你总不能看着我就这么死了吧？你什么情况？我不是来找他麻烦的吗？啊，宛文。 刚才有摄像头，我们都是要脸的人，我在这儿都给你跪下了，这大人有大量吗？不是你们两个，这是有什么毛病吧？婉文，你得救救我！我这送礼的事情在圈里边比传出去之后，我到现在都没找着工作，我要养3个孩子，这国际学校的负担也太大了，而且。 我老婆要跟我离婚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咎由自取的！我求你了！干什么？婉文，你去跟 TI 的总经理帮我求求情，他对你印象还不错，你帮我解释几句好不好？我以后只负责工程部，你把手松开！我要赶时间，松开！我不放手，你不答应我不放手，松开呀！啊，婉文。 难道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？啊，婉文，干什么？婉文。然后呢？然后突然冲出来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，一个过肩摔，把他们两个摁在地上，吓死我了。
跟他们有什么好聊的呀？不理他们就是了。不理他们，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去机场送你啊。哎，等等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飞机上吗？怎么没走啊？大罗说你出事了，我也联系不上你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你是怕他们报复我啊？放心吧，他们两个怂着呢，哪敢。我决定不去新加坡。